这天突然超冷。我们刚刚吃完了炸鸡，大家看我们后面一片乌云在跟着我们。哎，你看明秋出 double 版，明秋秋口出 double 版，好恶哦。好像就是韩国一直在流行，就是 mint chocolate 这个东西。对啊，什么菜单都是有 mint chocolate。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边就是保健所。这个地方是 Luna 之前来，就是我那天来抽鼻孔的地方，真的有不痛有痛的要死。地方是那个中午 after center。恐怕思密达这个介绍。对啊，我没介绍完呢。中午吗？中午吧。中午艺术中心。对，这个地方叫做中午 Art Center， 谢谢。这个里面呢有很多就是表演可以看，那每一季的表演都不一样。然后旁边这个是那个运动场，我之前就是在这边运动，是健身房。半途而废的女子。啊，没有啊，因为那个 Corona 大爆发，就关了，然后我也没办法。好吧。各位，我们刚刚下了一场雨，然后后面出了一颗大太阳。我们现在要去往十里是吗？对，往十里，然后我们要去 Coin Norebang， 因为中区这一带几乎没有 Coin Norebang， 几乎都是计时的。这个楼梯有长到哦。噔噔，我们来到哪里呢？刷卡，所以我们只要有卡片的话也可以刷卡，然后也可以做现金结账的，很棒耶。一般是纸钞，但这边可以刷卡，觉得好赞哦。它有 coin 跟时间，对，它可以就是用 coin 的，或者是你用时间的也可以。那我们就是用 coin 的啦。那我来唱个 standing egg。超白痴，浪费了一张照片。这张好了，好啊好啊，因为这张不太平均，这张好了。笑死了，刚刚那个真的。爬个顶。走。还在印吧。哦。嗨，我们来买这个。Bubble tea， 而且它超便宜的哦。请问这样一杯多少钱？我的话有加珍珠，所以是1200块。1200，没有加珍珠的话呢？加珍珠的话是900块奶茶，很便宜耶。你喝什么？我喝珍珠奶茶，一般珍珠奶茶。那我喝什么？你喝的是芋头奶茶加2倍珍珠。耶，看起来颜色没有很深。
对啊，这但珍珠真的比较满，你看。对啊，因为我加两倍珍珠，我加一次，你加两次。对，便宜哦。但这杯加两倍珍珠，其实也才1500。1500很便宜、啊，才多了300块。对。嗨，大家，我们今天来哪里呢？来到了鲁伊岛这边的现代百货，没错，新开的，据说这边有占据13个足球场大的场地，很像网美景点。对，好，我们就进去逛逛吧。哥哥，哇，天啊，不算明年过去。对啊，因为它是整条的。那个球啊！这要排队、啊，这就是那个里面有那个小气球的。哇！天哪！我们可能排不了了。对啊，算了。就是面包、点心跟一些小点心的地方。对，五楼有一些。哇，很多哎！我们坐手扶梯去五楼。看一下，这个地方有点像是空中花园的感觉，很像国外。对。不会 Blue Bottle 是在上面吧？会不会？就在这里。哦，有看到了。刚刚他们楼层这样，其实我觉得这都隔间蛮大的，嗯，逛起来是舒服的。舒服的，但人真的好多。超多。楼下奢侈品买一买就可以上来这里坐一下。对啊，坐一下喝咖啡。对。公园美食街欢迎黑猪师傅。人好多，哎呀，我在旁边等。哦，这个好。舒服嘞，你看。哇，哇，这边还可以那个。我们是不是？好可怜哦！哇，全部都是酒。大家看一下哦，现在这里是汉江的实况现场报道，超多人，超级多人。这个真的是没在跟你开玩笑，这应该是演唱会等级哦。超可怕的。对啊，很多人呢，很满很满，我觉得很恐怖。我们先去下面绕一会。那边是不是买泡面的地方？哦，泡面在上面，这边好像也可以买。那边也可以的啊。那个煮泡面在上面那一间。是哦，那一间。要不要拍照？你找一个位置，我帮你拍拍吧。可是今天天气很好哎。
就是小时候做那个劳作的那种感觉。我差不多。我们可能要等下一批了。好啊。他的派也蛮大。他们先叫哎，你这样。저게저게탈신다동그라미이게흥미고짠짠这个是黑米的甜甜圈然后这个是挂杯底一千这个是一千元两个都一千块两个都一千块好便宜哦 Go Go 我们要拿着这两只穿越中央市场不是中央市场广场市场对不起今天的广藏市场也是蛮多人的啊。麻药饭卷吗？